我刚从济宁回来，我听他说是，来了一件大礼物，我看看是什么。看看多大的礼物啊！啊，我看多大的礼物，看一下，哎，又大又重的礼物。哎呦，这个是吗？这个是。这是大礼物啊！啊，我出去。哪个大哪个小？看这量哪大？这个大。哎呦，这个大我哈。这个礼物大。哎呦。我是小公主。啊，你是小公主啊？这个是香港的那个大妹妹给寄来的。嗯。哎呦，这个妹妹是真好，真实在。妹妹，装的好。她那装的箱子都是哪寄来的？哇塞。对。哎呦，满满的一箱子。哎呦，这一大包。哎呦呦、哎、呦，那得搁楼底下吧，这，来，抬楼底下来。哎呀，来来，这衣裳看是，哎，大妮儿的。是大妮儿的。大妮女儿。大妮儿女儿的。大妮女儿。嗯，问小的。问小的。嗯。还有问小的。嗯。哎，这笑话的，看看笑话的。看一下，哟，哟，又是个，这是个大袄，又是个羽绒服，嗯，耶，看这个好看吗？哎呀，这个还是那个牌子的羽绒服。小了。哎，这个小过了。这个又大了一点。啊。因为你奶奶她知道你又长高了，又体重又增加了。大一点能穿，小了就不能穿了，你也知道。对。长还都长，哟，你看这里头原来这样的呢，毛哦，还是那种脱壳的，也是脱壳的，还是那种脱壳的。对对，哟，他这个上面都戴帽是吧？还戴帽嘞。你看这个衣裳高级，哎，啊，多好看！这是邮寄的冬天的，看看。哎呀，这就是大点的，大露的的。嗯。夏天冬天穿正好。大款的。是吧？对对对。长款的。对。咱这出门啥的能穿。这出门也能穿。那正好能穿这个。啊，不是很高哈。对，这个是问小的，那问小的打开了，嗯，哎，哎呀，他这个小呗，嗯，啊瘦，问小瘦，嗯，就是小小小袄里头的，嗯，哎，再给他搁里头，问小的，他大白就白给他打开了，嗯，再给他装上了。这是大妮儿的。要这里订他的，就大大妮的，订大妮的，就他家再去。给他们装下来呀，去他家再去。这个是小慧的，是吧？对，这是小慧的。这是小慧的。这谁的？这是杨正的。杨正的。大妮老公，那都给他放一块吧。这是谁的？东北大爷的。哦，东北大爷的还有的，还有他的嘞。东北大爷的，在那边去吧。大妮儿，大妮儿的，哎呀，又有大妮儿的，大妮儿两件儿，给它放到那里。这是我的，你的打开，赵姐的，嗯、我的我打开看看。对，呀，红色的嘞，这是个老，觉得我是戴长红色。嗯，这叫啥？高粱红，是吧？正好，正好吧。现在穿正好。呀，行行行。行，不能。正好不大不小的是吧？行。人家真会买东西，这个大妹妹真会买东西啊！嗯。你看，可就又叫你破费了。正好多好，多好看是吧？我相中这张嘞。年轻人不喜欢穿红的，这年纪大了喜欢又喜欢穿红的。一个大鱼哟，穿的吧。一个大鱼。哎，是我的。啊？是吧？是啊，赵姐。可都有。这不正好一个的。还有小慧。对的。这娘俩跟俺俩一样的。差不多，不一样。哦，不一样。颜色不一样。一样的花。那你再试试吧。也是个小袄，还有个星星。啊，也是个这个薄点吧。嗯，也是这样薄点的。小鱼呢？这个也是限量。啊？这个也是限量。这个也是限量。嗯，你别看上它还暖，还隔风。行吗？
还是给你，你看，我这跑。好看吧？瘦点不？啊？瘦点。你这个再脱一件。我是自穿的好。漂亮。啊，一会儿就能。看那个毛衣，穿一个球衣穿的好。漂亮。对。行。看看，大妹妹，好看不？谢谢。